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新世界のゲンスルと申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好，我是新世界畅学网的严世良老师。今天开始呢，我们进入新编日语教程第三册第十三课的学习。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十三课的单词啊。第一个单词，ありふれる，ありふれる，ありふれる这个单词，如果写汉字的话呢，就写的是。有处这两个汉字，所以通过这个汉字，大家会发现，实际上啊，ありふれる这个动词，它就是存在动词的ある和动词ふれる构在一起的一个复合动词，对不对？那么ありふれ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意思很简单，大家在旁边写上等号，它就和那形容词的へぼん阿里弗雷就和那形容词黑崩是一个意思，也就是我们课本上写的叫做常有的、常见的、平凡的、不新奇的意思，对吧？在这里呢，要请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如果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常见、常有、平凡、不新奇的东西，那如果是用那形容词黑崩的话，大家知道黑崩那形容词加名词モノ的话，那肯定是把字尾的だ变成な去加上モノ，变成平凡なもの这个形式。平凡なもの。那如果我要把平凡な啊这个部分换成了ありふれる这个动词的话，大家想看我是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呢？很多同学可能会想到了，应该说的是ありふれたもの。ありふれたもの。那么为什么是以过去时的他形出现？那么这一点也是与我们之前一直强调的，因为ありふれる它是一个动词，可是它不是一个动作，它是一个形容词含义的动词。那么像这样的形容词含义的动词，在放在名词之前做定语修饰名词的时候呢，往往都是以过去时的他形出现啊。但是呢，和时态上的过去时没有关系，它就和平凡なもの是一个意思。啊，ありふれたもの这个形式大家注意一下。好，下面一个单词発見，発見就和我们中文的发现是一样的，那本身是名词，如果加上する的话，発見する就可以当做一个他动词来使用。下面一个单词一気を飲む，一気を飲む这个飲む啊，如果写汉字的话呢，实际上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说喝酒喝水的这个饮的这个 nomi， 当然了，实际上 iki o nomi 它写的不应该是饮，而是 nomi 的另外一个汉字，写的是吞。同样是 nomi， 如果写饮的话呢，它是喝的液体，对吧？什么 mizu o nomi、osaki o nomi、drink o nomi 的用法。那么如果写吞的话呢，就是我吞下去的意思。所以 iki o nomi，iki 就是一口气嘛。大家设想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下，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把我这口气给吞下去呢？其实也就是在非常吃惊、非常危险、非常惊讶的情况下，我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的这样的用法，就叫做一気を飲む。下面一个单词，通り，通り大家知道是从动词通り啊变化过来的。那么动词通り是个自动词，表示通过的意思，通り就是。它的 masking 拿过来做名词使用，就是我通过的那一条马路的意思。那么当然也可以指人来来往往啊，车来来往往这样的含义。下面一个单词，家家，大家知道一个家是房子家的意思，那么家家呢，那就不是一幢房子了，是家家户户很多很多房子的意思，对吧？那除了这样一页页这样表达之外，其实我们这样的形式啊应该也不陌生了吧。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个人叫人就不止一个人，是人们的意思。时候呢叫 時々就不是一个时候，而是有时候很多时候。一座山叫 山，但是 山就是群山的意思。好，下面空き地，空き地大家看出来是阿库，
和 ge 的一个组合。那 agi 本身是一个自动词，就是空的啊，对吧？ ge 就是土地，所以 agi ge 就是空地的意思。下面 ，kiski 是景色。那么实际上，在之前的课文当中，我们也曾经提到过，在 kiski 当中的景，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读音，因为景它本身是中文的后鼻音。那么中文的后鼻音的话呢，应该对应到日语的话，应该是长音的一个念法。所以大家会发现，在我们之前学过的光景 koke 风景 fuke 这些单词当中的景都是念成长音的 ke， 但是景色它是短音的 kiski 的念法。还有就是色的读音呢，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啊，当然它的训读的话念的是 iro， 它的音读呢有两个，一个是景色中的 ski， 还有是特色 toku shoku 中的 shoku 的念法。所以两个念法一定要注意的。下面一个单词，一基面，一基面啊，它实际上就和我们中文的一面是一个意思。那么什么时候用到这一面呢？首先大家知道，事物啊或者事情都是有很多很多方面的，其中这么一面我们可以用一基面，物事の一基面，事物的一面。除此之外呢？还可以表示一片全体。什么叫一片全体呢？比如说如果现在各位同学啊去北方啊，去什么俄罗斯啊，去什么北极旅游的话，等你下飞机的时候发现外面是一基面の銀世界。一基面の銀世界。外面望出去是一面一整片全部都是银白色的世界，这个时候呢也可以用一字眉。还有呢，新聞の第一ページ，新聞の一ページ目，这个报纸的第一版面也可以被称为一字眉。大家记住了。好，下面一个单词，雪就是雪，大雪就是大雪，雪国就是雪国。下雪就是 雪が降る 啊，这个动词。那么在之后呢，我们还会看到有个 降雪 这个词和 雪が降る 是一个意思啊。这些都是我们在初级学过的和雪有关的一些词汇。下面一个单词 染まる， 染まる 的话呢，它是一个自动词啊，它所对应的它动词呢就是 染める。染まる是自动词，他动词就是染める。那么染まる和染める什么含义呢？实际上就是汉字染的含义，所以染颜色嘛，对吧？我要把头发染成黄颜色，就是髪の毛を黄色に染める。啊，再说一遍，髪の毛を黄色に染める。因为是我主动去染这个头发的话，自然是用他动词的染める，对吧？那如果不是我染的，比如说。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被雪染成了一片白色，对吧？雪で真っ白に染まっている。雪で真っ白に染まっている。可以用自动词染まる表示我看到眼前的现象被染成这个颜色。那么染まる除了表示染成这个颜色之外呢，它还可以表示受到什么什么影响。那往往呢是指染上恶习的意思，可以叫做悪い習慣に染まる。悪い習慣に染まる也是可以的。下面一个单词，見慣れる。見慣れる这个词就是見る和慣れる这个组合。見る是看，慣れる呢是习惯，所以見慣れる就是看惯了的，对吧？那么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听惯了，我们可以叫做聞き慣れる。聞き慣れる。读惯了可以叫做読み慣れる。読み慣れる。那这样子都是可以的。下面一个单词。通勤。通勤つまり出勤と退勤ですね。就是上班加下班就要通勤。下面一个单词，別世界，
別世界，つまり別の世界。別の世界。在这里呢，别它本身念的是別。当然別的字和世界の世合在一起之后呢，发生了一个促音变，所以变成了別世界，就是别的世界的意思啊。好，下面光。光呢就是光的意思，光芒就不再讲了。它是从动词的光变化过来的。那么动词光是个自动词，它就是散发光芒的意思。下面花子。花子这个他动词比较重要，需要大家掌握一下。他汉字写放，可以放什么东西呢？首先我们可以放动物，对吧？我们在中文当中有的时候说什么关门放狗什么之类的，这个放狗其实就是哈纳子，就是把本身控制住的、关在笼子里的或者拴在绳子上的这些动物呢放出来，让他们自由。这个动作就是ドーブズのハナズ这个用法。如果不是动物而是人的话呢，那就和放狗没有关系了，那就是派遣啊，就像那个ハケンスリ，对吧？シシャハケンスリ、シシャハナズ派出使者。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指这个事物本身散发出来的一些光芒、散发出来的声音、散发出来的味道，也可以放出这个字 ，hikari を放つ，对吧？还有呢，音を放つ，还有呢，包括匂いを放つ，啊，这种散发光芒、散发声音、散发味道的时候呢，都可以放つ这个他动词，直接搭配宾语的お就可以了。下面。何のことはない，就是字面意思，什么事情都没有，还是比较简单的。下面一个单词，曲がり角。曲がり角大家知道，它是从曲がり和角啊这两个词这个组合。那角自然就是街角、拐角的意思。而曲がり这个自动词我们在初级也学习过，它是一个自动词，它所对应的他动词是曲げる。那么各位同学。也一定还记得啊，这个曲が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弯曲的，弯曲的曲がってる一种状态，弯曲的，还有呢就是转弯的意思。所以当时我们在初级也曾经学习过，如果你要给人家指路，对吧，请你笔直往前走，然后在前面的第二个路口向左转什么什么之类的话，就可以用到曲がり这个词。まっすぐ行って二番目の交差点を左へ曲がってください。まっすぐ行って二番目の交差点を左へ曲がってください。用的是曲がる这个单词。下面，道端就是道和哈达的一个组合。道是路，哈达就是一端、边缘的意思，所以道端就是路边、路旁。下面，隅切り。斯密基里这个词呢，其实各位同学都不陌生啊。为什么呢？因为斯密和基里我们都是学过的。当时我们学这个城的斯密的时候，我们讲过各种清澈都是斯密，对吧？我说心灵很清澈叫斯密，空气很清新是斯密，水很纯洁无瑕清澈也是斯密，对不对？而基里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第十三课曾经学习过的一个语法啊，这个语法呢，它除了表示动作做光这个含义之外呢，还可以表示程度高，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么在这里的话，スミキル肯定不可能是动作做光了，所以它只能是清澈的程度很高。所以スミキル啊，它和スミ的意思是一样的，它也是清澈的意思，只不过是非常清澈。那如果构成了キモチがスミキル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心灵突然变得非常清澈了，我本身的一些烦恼都不见了。于是就可以被翻译成汉语，翻译成豁然开朗。这豁然开朗呢，只是一个翻译方法，大家不用去背，大家只要记住了斯密キル怎么来的，斯密加キル就是非常清澈的这个意思就可以了。下面一个单词，舞台，就是舞台啊，不再讲了。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外来语的 stage 啊来表示。下面，装置，装置啊，和我们中文是一样的，不再讲了。下面，気に留める。听你 tomato 的话呢，这个 tomato 啊，写留也可以，写止也可以，它实际上就是放置它，让它停留的意思。何々を気に留める，気就是指我人的精神世界，你就是一个着落点。我把有个东西啊，一直放在我的精神世界里面，换句话说，就是我一直挂念着它的存在，一直很在意、很挂念它的意思。
好，下面 風景 就是風景啊，不再講。下面改めて，改めて這個副詞呢，它是從改める這個動詞變化過來的。那麼改めて它作為副詞來使用的話呢，它後面加上其他動詞，它會表示重新做某事，人生的重新開始，對吧？改めて出発する，重新研究讨论一下，改めて検討する，这个用法。下面，もたらす，もたらす这个词呢，它作为他动词来使用，大家可以在旁边写上等号，它实际上就和持ってくる的意思是很接近的。它和持ってくる的意思很接近。但是呢，它和持ってくる又不完全一样。为什么说不完全一样呢？因为持ってくる呀，它很多情况下可以用在实际的物品上，对吧？我说，哎呀，明天请把这个叫做照相机给带来啊。明日カメラ持ってきてください。像这样的一种照相机这样的一个实际物品的话呢，我们就很少用到もたらす这个字。もたらす往往是用在抽象的东西上面，好事坏事都可以，对吧？努力总会带来成功的。努力は必ず成功をもたらすものだ。努力は必ず成功をもたらすものだ。对吧？带来了幸运，幸運をもたらす。带来了幸福，幸せをもたらす。带来了不幸，不幸をもたらす。都是可以。下面一个单词，親しむ。親しむ呢，它是一个自动词，所以呢，它前面不可能搭配宾语的を，它搭配的是格助词に啊，构成了なになに親しむ的意思，就是与他亲近，对吧？那么与什么亲近呢？什么都可以。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说，很多同学可能知道，在日语当中啊，对于秋啊，对于秋天的形容很多，因为日本人特别喜欢秋天这个季节，对吧？有什么芸術の秋、スポーツの秋、読書の秋、食欲の秋等等等等表达方法。那么如果是芸術の秋、艺术之秋的话，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就是秋天非常适合芸術に親しむ，与艺术亲近一下，对吧？那么秋天的晚上啊，漫漫长夜呢，也非常适合読書に親しむ，也可以，对吧？那比如说像上海みたいな大都会に住んでる人々は，住在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的人们呢，往往到了这个假期啊，喜欢去一些郊外，去一些那些群山有山有水的地方旅游。为什么呢？自然に親しむ，自然に親しむ，与自然亲近一下。有的时候啊，这个親しむ还会用被动态出现啊，比如说田中さんは子供に親しまれる，田中さんは子供に親しまれている。那么大家思考一下，如果用被动态出现的话，它是什么含义呢？实际上，親しむ它表示亲近，与之亲密，这一点其实并没有变，只不过呢变成被动态了，被亲近了。被谁亲近呢？被孩子亲近。什么叫被孩子亲近呢？就是田中是个怎样的人呢？孩子们都很愿意跟他亲近的一个人，很受孩子欢迎的这个人。有的时候啊，親しむ也可以用在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对吧？比如说私は薬を親しんでいる生活をしている。薬を親しむ生活，怎样的生活呢？与药很亲近生活，换句话说就是我现在身体不太好，天天得吃药。好，下面一个单词，ふとした。ふとした它是一个连体词，换句话说它必须加上名词才能使用。它什么意思呢？它实际上是两个用法的一个组合，它既有思いがけない意想不到的意思，它有ちょっとした一点点的意思。就是这个事情，比如说我们把ふとした和下面这个瞬間合在一起，变成ふとした瞬間这样的组合的话，这是一个怎样的瞬间呢？首先这是一个令我觉得很意想不到的瞬间，我事先没有想过。其次呢，这个瞬间实际上非常渺小，发生了一点点事情而已。
下面心刚就是瞬间啊，和我们中文是一样的，不再多做解释了。下面一个单词 ，kizuku，kizuku 是个自动词，所以它前面呢搭配的是格助词 ni。那实际上呢 ，kizuku 它就是从 kigazuku 变化过来的啊，所以 kigazuku 呢和 kizuku 的意思是一样的，不管是 kigazuku 也好，还是 kizuku 也好，它们前面都是搭配格助词 ni 来表示，表示注意到、留意到了什么什么事情，留意到了自己的错误，自分のミスに気づいた。下面 再作为接头词的话，就是再一次重新的意思，再一次重新的意思。所以比如说我们知道播放电视节目也好，电视剧也好，是用放送这个字，那如果重播呢，就会叫做再放送，再放送。那么再的话是在它的一个音读形式，而它训读形式呢就是一个副词 再び 的用法。那么 再び 这个副词是什么意思呢？其实 再び 的意思啊就和再是一样的，也就是再一次重新的意思。所以比如说像我说的再放送，也就是 再び 放送すること，あるいは 再び 放送されること，对吧。下面一个单词動かす啊，じゃなくて流す。ごめんなさい。流す这个词啊，它汉字写促。那么促的流す呢，它有两个意思啊。一个呢就是促進する。促进的意思。一个呢就是催促する。催促的意思。它既有促进する，也有催促する。那不管是促进还是催促，反正 流す 它作为他动词来使用的话，它前面搭配格助词 o 就可以了，对吧？比如说在促进する的含义情况下，我说促进国家的发展，就可以叫做国の発展を促す。国の発展を促す。催促你交房租。家賃の支払いを促す。家賃の支払いを流す都是可以。好，下面変哲，変哲作为一个拉形容词来使用的话，它表示的是非常奇特与众不同的，对吧？非常奇特与众不同的想法就可以是変哲な考え方，変哲な考え方。下面敵啊，敵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助数词，也就是数量词，用来数水滴的。那么水滴呢，下面也有这个词叫做 CDG 啊，大家可以一起记。下面一个单词 TARAS 呢是一个他动词，它所对应的自动词呢就是 TARIRU， 那么 TARAS TARIRU 的意思呢基本上是对应在一起的。那么首先 TARAS 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液体啊，让这个液体不断的滴下来淌下来，对吧？所以我说流着口水就可以叫做よだれを垂らす，よだれを垂らす，流着口水。那如果不是我流口水的，我看到上面有这个水滴不断的滴下来的话呢，就可以是水滴が垂れる，水滴が垂れる，这个形式。那除此之外的话，垂らす还可以表示垂或者だら的意思，对吧？很多女同学会把髪の毛を後ろに垂らす，把头发垂在后面，对吧？钓鱼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个鱼线釣り糸を垂らす，把这个鱼线呢给垂下去，都可以用垂らす这个词的。下面声を上げる，这个用法的话呢，我们在讲上げる的这个单词的时候曾经讲过，对吧？上げる啊，除了有提升、有举起这个用法之外呢，还有就是发出声音，所以声を上げる就是发出声音的意思。好，下面体温計，体温计啊，和我们中文一样的，不再讲了。下面水銀，水银也和我们汉语一样的。下面一个单词コロコロ，コロコロ呢，首先它是有滚动的样子，什么滚动样子呢？注意了啊，除了コロコロ之外呢，还有
，goro goro，这两个都是拟声拟态词，goro goro 和 goro goro 都可以表示滚动样子，但是感觉不一样。goro goro 是軽いものが転がる様子，是非常轻的东西在滚动的话呢，是用 goro goro。如果是重いものが転がる様子だったら，如果是很重的东西在滚动的话呢，就用 goro goro。所以同样是滚动样子，goro goro 是轻而小的东西，goro goro 是大而重的东西。那么除此之外呢，kuro kuro 还可以表示笑声非常的爽朗，这种声音，比如说，尤其是这种银铃般的笑声啊，妙龄女子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toshi goro no onna no ko wa kuro kuro waratteiru 也是可以的。还有呢，kuro kuro 可以表示胖乎乎的，ano koinu wa kuro kuro toshiteiru 也是可以的。那么对应到 goro goro 的话，刚才说同样是滚动的样子的话呢？咕噜咕噜是大而重的东西在滚动。除此之外呢，咕噜咕噜还可以表示雷鸣が咕噜咕噜となっている啊，雷在里面轰隆轰隆作响。这个情况下可以用拟声拟态词的咕噜咕噜。除此之外呢，咕噜咕噜还可以像布拉布拉一样表示漫无目的的，对吧？我说你昨天干嘛了呀？いや別に何もしていなくて家でゴロゴロした。我什么都没做，家でゴロゴロする，在家里面就漫无目的的混了一天。这时候和 bula bula 是一样的。下面一个单词 ，korogaru korogaru 它就是滚动的样子啊。所以刚才说，小而轻的东西是 koro koro to korogaru， 大而重的东西呢是 goro goro korogaru。好，下面一个单词 ，katamukeru katamukeru 是个他动词啊，它所对应的自动词呢就是 katamuku。那首先，katamukeru 呢，就是何々を斜めにする，就是把什么东西啊给变得斜了，那是 katamukeru。除此之外呢，katamukeru 还可以表示什么意思？就是倾注。倾注的情况下呢，我除了可以用何々に啊，心を katamukeru 这样用法之外，那么在这个用法情况下，实际上何々に心を katamukeru 就和我们之前学习的何々に心を注ぐ是一个意思。对不对？在某件事情上面倾注我的心血，还有一个字也是要记得，就是奈奈尼，咪咪哦，卡达姆克里这个形式，奈奈尼咪咪哦卡达姆克里表示侧耳倾听。下面 ，rhythm 音译过来外来语表示节奏旋律的意思啊，不再讲了。下面 ，awaseru。然后这里看上去意思很多，什么合起来、合并、加在一起、配合、调和，什么意思？大家记住了，阿瓦塞里啊，它就是阿语这个自动词的使役态，对吧？阿语什么意思呢？合适，阿瓦塞里就是让它合适。阿语什么意思呢？一致，阿瓦塞里就是让它一致，对吧？阿语什么意思呢？很合，阿瓦塞里就是让他们配合在一起。所以只要牢牢记住了 ，awaseru 就是 ayu 的使役态就可以了，对吧？所以我们跳舞的话呢，是不是要配合着节奏旋律来跳舞啊？就可以叫做 rhythm ni awasete dance suru， rhythm ni awasete dance suru。下面 ，ugoku， ugoku 呢是动，它是个自动词，它所对应它动词呢是 ugokasu。啊 ，ugokasu， 那 ugoku 呢，就是各种动嘛，对吧？比如说我人的肢体这样子就是在动，所以我们以前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啊，讲的就是日本人为什么从 wafuku 变成了 yofuku 的这样穿着方法呢？因为很简单 ，wafuku wa ugoki niku， 和服啊太难动了，それに対して yofuku wa ugoki yasu， 与之相对呢，洋服呢就比较容易动，对吧？这种动，除此之外呢？这种列车启动了，列車が動き出す，也可以動く。还有呢，プログラムが動く，这个项目启动了，也可以用動く这个词的。好，下面 dance 就是舞蹈，不再讲了。下面目にする
啊，这个词组呢，我们在之前的文章当中也学习过，往往构成何々を目にする这个形式，就是何々を見る的意思。下面，表面是表面，我们中文一样的，強力就是強い力的意思，强力啊，也不再解释了。下面一个单词，弾く，弾く这个词呢要讲一下，它字写弹，就是各种弹，什么弹呢？比如说我拉着这个弹弓啊去弹这个东西，这个动作就是弾く。除此之外呢，这个动作也是弾く，也可以用弾く这个词的。啊，当然有的时候说老师啊，弹吉他，那弹吉他的话，我们往往说的是一刀弾く，这用法是更多的。当然你要说弾く这个动词也是没有错的。除此之外，弾く还可以表示排斥的意思嘛？什么叫排斥呢？很简单，就是我把你弹开，不就排斥你了吗？对吧？所以我们说的是，比如说，油は水を弾く。当然了，倒过来也可以，对吧？水は油を弾く都是可以的，因为油和水是不相容的嘛，油会让水弹开，水会让油弹开。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翻译成排斥啊，油是排斥水的，水同样是排斥油的。下面，技術是技术、技艺的意思，不再讲了，和我们中文是一样的。下面一个单词，本来，本来就是本来的意思。我们往往呢，在做副词的时候呢，后面加个哇，本来哇，那你那你，这个时候呢，本来哇就和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个副词索莫索莫的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原本本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下面，強力，张力。我们中文是一样的，不再多说了。下面一个单词，凝聚力，凝聚力，啊，和我们汉语也是一样的。下面，強調，强调，本身是名词，加上する的话呢，变成一个他动词，构成了何々を強調する这个形式。下面，側面，側面就是侧面，这个侧面的话，可以实际指一个物体的，不是正面，不是上面，不是下面的侧面，也可以指事物的一个方面，都可以。所以在指事物的一个方面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側面就和刚才一基面的意思是一样的。下面，数啊，作为这个名词来使用的话，就是数量的意思。当然，数，它这个汉字读音大家知道啊，作为名词的训读的话是数。作为动词的训读是卡座エリ，作为它的音读的话就是数，对吧？数学是数学ク啊，这个念法。下面，背后就是背后啊，不再讲了。下面ヒソメ这个词要重点讲一下，ヒソメ什么意思呢？它就是隐藏、潜藏的意思。那实际的人的隐藏可不可以呢？可以的，比如说。说犯人就藏在这个街区当中，就可以说犯人はこの街に潜んでいる。犯人はこの街に潜んでいる。要注意了，街和潜む之间是用的格助词に啊，不要用で。再强调一下，犯人はこの街に潜んでいる。除此之外呢，抽象的隐藏也是可以的，隐藏在他话当中的真正的含义。彼の話に潜んだ本当の意味。彼の話に潜んだ本当の意味。也是用話に潜む这个着落点的に这个格助词。下面，降雪，它就是雪が降ること。当然了，加上する的话，降雪する就是雪が降る下雪了。下面，新た。阿拉塔它是个那形容词，实际上啊，阿拉塔它的含义呢和阿塔拉西的意思是一样的，和阿塔拉西的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当然了，一定要说区别的话，首先词性不同，对吧？我说人生的新的出发点可以是人生の新たなスタート，你也可以说人生の新しいスタート，实际上是一样的。当然，由于词性不同，它的接续的形式会不一样。除此之外呢，实际具体的物品我们主要用的是阿塔拉西。阿拉塔这个词呢，更加用在抽象的含义上，对吧？我买了台新的电脑，往往说的是阿塔拉西帕索空，很少很少会说阿拉塔那帕索空这样的表达形式。
下面，トギスマス，トギスマス，它是有研磨、磨快、磨光的意思。当然了，首先我说这磨刀不误砍柴工的这个含义下的磨刀，就可以用他动词的トギスマス，对吧？比如说菜刀是包丁，这个叫做包丁をトギスマス。除了我真的去磨刀之外呢，有的时候啊，磨的是我人的精神和意识，让我的精神和意识为之清醒。啊，比如说现在很多什么，有一些考试之前或者通宵复习的时候，你会涂一点风油精，对吧？在太阳穴这里，为什么你涂点风油精在太阳穴这边呢？为什么呢？因为意識あるいは神経を研ぎます，让你的意识或让你的神经呢磨亮一点、清醒一点。你也可以用研ぎます这个词。好，那么今天课程呢就讲到这里，下节课我们将学习第13课的文法。